换身，我是 Leon， 我是维尔，我是 Kaden， 我是 Penny， 我是 Fu， 我是 Isaac， 我是 Jen， 我是明，我是卡 Cassandra， 我是 Jaren。 现在的人全世界最喜欢什么季节？ Summer。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Summer 吗？因为刚才制作人给我们讲，我们的主题是跟决赛有关系的。Summer 这样代表是不是有比基尼？比基尼是否女孩子？那男孩子是怎样呢？腹肌啊，腹肌了。好，是不是啊？我瘦一点。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在有沙、有水、有阳光的地方进行我们的决赛。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期待决赛的主题的话，记得收看我们的节目。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，记得留守炫模范生，记得哦。